饺子结婚了，然后那个到了晚上就是送走客包子花卷什么之后，他俩就然后那个他俩就是就脸上什么什么他俩就熄灯入洞房了。然后这时候那个一个就是那个男饺子就找不到女饺子了，然后就看，然后他到床上一摸就摸到了一个肉丸子，然后就说哎我的新娘呢，然后那个肉丸子说讨厌，人家脱了衣服就不认识人家。我每次看到丸子我就想想